诸位，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此次的鉴宝大会。今日屠夫宫展出的第一鉴宝物是东晋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，起价3000两。 甲三号客人出价4000两，乙五号客人出价5000两，5000两成交。这件宝物是千古名玉，滴血翡翠，滴血翡翠的起拍价是100万两。100万？我出200万两。 出价，这位公子豪气，这滴血翡翠归你了。接下来是本场最后一件宝物，这箱子名为含玉宝箱，本身就是稀世珍品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想必大家都知道。 一枝梅，你屡次盗我珍宝，坏我好事。今日你是插翅难逃，还不速设就擒？想活捉我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木南、盛辉，不必恋战，赵门主已经得手，我们先撤。
我们已经逃出碧水了，少侠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少侠，你没事吧？ 此言是指，请义父责罚。哼！好你个一枝梅，倒是老夫小看你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城缉拿一枝梅。是，义父。那风格呢？里应外合。燕儿明白。 飞鸽传书，正如督主所料，申不思夺得了藏宝图。周炳辉，胆敢和本座玩螳螂捕蝉，吩咐侍卫严密监视。是。 爹爹了，吩咐大家低调行事。此次鉴宝大会恐怕另有玄机。嗯，上门主请放心，早已安排妥当。竹林里的黑衣人，我看也是来者不善。我们刚得到寒玉宝箱，就被他们坐收渔利。三娘，那名青衣男子可好？
伤势颇重，不过并无性命之忧，已安排在鸳鸯楼的西厢房。柳叔，这个人你怎么看？看武功并非中原流派，虽然帮了我们，但仍需查探来历，可派专人伺候。伤？没事，义父有何指示？计划有变，藏宝图被一枝梅调包了。义父让你潜伏在天机门，随时查探宝藏的下落。天机门行事素来谨慎，鄙人不会轻易相信我。你得帮我做个局。做局？义父可是已下了通缉令。东家的鸳鸯楼，你可以多去走动走动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免得出来时间久被他们怀疑。哎，峰哥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这么多年，你还不相信你哥我？相信。没想到为了抓住少门主，屠夫公竟然如此大手笔。大明藏宝图现世，天下人人觊觎，屠夫公更是狼子野心，不足为奇。三娘，竹林里可有黑衣人的蛛丝马迹？没有任何发现。人为财死啊！16年前，老门主因藏宝图而惹来杀身之祸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如今少门主又将成为天下人做争抢的目标。少门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得尽快离开京城。刘叔，要想找到爹爹的下落，我们只有顺着大明宝藏的线索找下去。我已在寒玉宝箱上涂了特制的香水，彩蝶会带我们找到黑衣人的身份。三娘，放出彩蝶。是。我倒要看看谁是这只黄雀。杀人越货，十恶不赦，捕获者赏银千两，提供线索者赏银百两。如若发现可疑人士，尽可去衙门领赏，但如有知情不报者，与女飞贼同罪。走。多谢诸位救命之恩，少侠伤势未愈，还需多休息啊。
在下沈渊，屠夫宫里感谢少侠鼎力相助。在下母峰，久闻盗圣一枝梅之侠名，以及天机门诸位劫富济贫之义举，让人钦佩。能助沈姑娘，是木木的荣幸。看木兄的武功像是西域派的，前往鉴宝大会，不知可是为了藏宝图？说来惭愧，木木年少时拜得一西域高人为师，学了点微末本事。本想着效仿沈姑娘之侠义，没想……险些丢了性命。穆兄心系天下，自然是同道中人。不知穆兄可愿与我一同寻得宝藏，共谋大计？沈姑娘信得过穆吗？穆兄觉得我应该怀疑吗？此处环境嘈杂，我让人为你安排了一处僻静之所。那就有劳沈姑娘了。启禀督主，赤卫传来消息，一枝梅藏身鸳鸯楼。鸳鸯楼，属下不敢贸然行事，特来请示督主。依计行事吧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少门主，但说无妨。外面贴满了捉拿少门主的布告，城门也封锁了，神捕司正在挨家挨户的排查。彩蝶飞到神捕司掌事周子嫣那儿就不飞了，结果被劈成了两半。神捕司，神捕司与屠夫宫素来不和，这般暗度陈仓的做法，说明这藏宝图引起的不只是江湖之争，还涉及到朝廷党争。他们明争暗斗，各自结党营私，任何一方取得宝藏都将祸及大明江山呐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爹爹的下落要找，大明宝藏也要得，不可落入奸人之手。鸳鸯楼内有情况。你这儿来了新货也不通知我，驸马爷，是怕我少给你银子吗？啊，哪敢呀，驸马爷，姑娘们可都天天念着您呢。好，好，好，这碗本驸马包场。多谢驸马爷。各位大爷抱歉了，前驸马包场了，大家的花酒钱都免了。各位大爷请回吧。各位大爷都包哈。我走，换一家，换一家。这个猪头真会挑时间，别坏了咱们的正事。大家不要理会他，我们的任务是找到一枝梅。几位爷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前驸马包下了整个鸳鸯楼，还请几位爷改日。麻烦你跟那位前驸马说说，我们几位就是在这儿喝喝酒叙叙旧，不会影响他的消遣。这怎么嫌少啊？前驸马，那边的客人说了，他们只喝酒聊天，不打扰诸位爷消遣，您看是不是让他们留下呀？那就留下吧，反正爷是来跟姑娘们喝酒的，他们喜欢跟男人喝酒，与我何干呢？啊！多谢钱驸马体谅。正事要紧，不要招惹事端。少门主，是屠夫宫的人。
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依我说，赏他们一顿糜子酒，料理他们完事儿。不可，他们本意并非来喝酒，小心打草惊蛇。沈姑娘说的没错，不可轻举妄动。三娘，这个前驸马人怎么样？他呀，仗着背后有个王爷给他撑腰，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。嚣张跋扈的好，好生招呼他。四处查看一下。嗯，好，来，满上满上。这位小哥，陪大爷我喝一杯如何？滚开！你，这位爷，我这兄弟今儿身体不适，改日陪您喝。这听着两位小哥的声音，像是宫中的贵人呐。就是，两位贵人，来这鸳鸯楼怕是不太合适吧？对呀，这鸟都没有了，这来鸳鸯楼那不是自找不痛快吗？是啊。这边这边。哎呀，哎，三娘，你这鸳鸯楼什么时候做起这宫中贵人的生意了？驸马爷，看您说的，鸳鸯楼开门做生意，来者都是客，哪还分什么人什么身份呢？哎，三娘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这在花楼，我们是客人，有些人呢，未必是。前驸马，在下等人只是喝酒尽兴，无意招惹麻烦，还请前驸马高抬贵手啊。那这么说，你是觉得我钱某人是在故意找麻烦了？本大爷我今天心情好，我包下了这鸳鸯楼，我稀罕你们来扫我雅兴了？狗仗人势的东西！你说什么？想打架是吧？驸马爷息怒啊！热闹。不敢不敢，向来光顾我们鸳鸯楼的可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今儿个可是头一遭，有掌事大人您这么一位女客人，那就只好得罪了。送。是。怎么回事？
复宫的人怎么来了？莫不是巧合，寻欢作乐？怎么可能？他们定是得到了什么消息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带回去，我觉得神捕司利用了一箭。来人！将此二人带回去，严加审问。你敢？我们是突福宫的人。逛窑子还敢冒充朝廷的人，带走！沈姑娘，久违了。屠夫宫里，先生抓我不住，带着几个太监来鸳鸯楼，又是唱哪出？明人不说暗话，老朽冒死前来，是想与沈姑娘做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在下想请沈姑娘协助我找到大明宝藏，作为交换。我会告知沈姑娘令尊大人的线索。老门主在哪里？快说！不得无礼。我该如何相信？那就请沈姑娘随我走一趟。三娘，通知下去，鸳鸯楼暴露，赶快撤离。是。三娘，你让沈南去查探一下西域穆家的消息。行。令尊的死与我无关。16年前，令尊遇到一批神秘的高手追杀，起因自然是绝世宝藏的藏宝图。我接到命令，本也是为夺藏宝图而去，却晚了一步。待我赶到，见令尊跌落悬崖，我便迅速赶到崖底，但令尊依然……沈姑娘，你若助屠夫宫夺得宝藏，六公公自当必名圣上为你寝宫，天机门亦可护封名门，岂不更好？告诉我凶手是谁！待寻得宝藏之时，老朽自然会全盘托出。沈姑娘若是杀了老朽，这真凶恐怕就……
天给洗完脚，一会儿自己睡觉，好吗？来，起来。好喽，来。复仇不共戴天，但若想寻得大明宝藏，只有藏宝图还不行，须得得到云中锦书，而这本书就藏在皇家秘库神机营之中。神机营有沈卜司把守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不知穆少侠可否相助？穆某在所不惜。皇宫重地，动静不宜太大，由穆少侠相助即可。你等留守天机门。是是是。一枝梅这是聪慧过人呐、用酒楼做掩护，这次沈卜司反倒破了个空。哼，周炳辉，看来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本座。督主，那陈顺、郭成二人，两个废物的死活还需要本座来关心吗？是，我即刻通知赤卫。怎么突然有人要查十六年前的事儿？此人是何身份？大人，只听说是名哑巴，其他不得而知。你先回西域打探清楚。记住，只有死人才能守得住秘密。是。住手！情况如何？这两个烟狗嘴巴硬得很，什么都不肯说。督主有令，安心离去，自保你家人平安。大人，原来是你啊。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。谁？是我，义父。峰哥。峰儿，可是已取得藏宝图？还没，天机门形势过于谨慎，还无从下手。我会尽快找出时机拿到藏宝图。越快越好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孩儿得知今晚一枝梅会前来盗取云中锦书，特来禀告义父，早做打算。神机营岂是他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少门主，一切小心，等你们好消息。
小心，有机关。金蝉寺。一枝梅，你胆子不小啊！老贼，你胆子也不小，暗地里抢夺藏宝图，是想窃国吗？好一副伶牙俐齿啊！宝藏本就是我大明朝廷的，岂能让你们这些江湖草莽得到啊？我也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。物归原主，我看你是另有私心吧。哼，我神不思一直效力于朝廷。好了，废话少说。一枝梅，你是为了想要得到这本云中锦书吧？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可以把它拿去。少门主，少门主，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云中锦书，接下来需要破解书中的秘法，结合藏宝图才能找到宝藏的所在地。三娘，你先行前往西域。是。刘叔、沐风、小葵，待我破解书中秘法之后，同我一起前往西域。嗯，是。其余的天机门弟子，暗中跟随我们。必要的时候再相助。是。再往西北走是漠北古镇。漠北，漠北，
前是边陲荒境，夹山之夜，夹山是峡。爹爹怎么还不睡啊？元儿乖，你先去睡，爹爹忙完就去陪你，好不好？夹山。夏月深，夏月浮，夏月谷。先在此休息一晚，明早继续赶路。上门主，怎么会受如此重的伤？沈南在西域查到了穆家的一些消息，不料半路中被一群黑衣死士劫杀。幸好我及时赶到，救了沈南一命。黑衣死士，看不出是什么身份。不过，从沈南查到的结果发现，16年前是朝廷对穆家下了击杀令，满门皆杀。照这样推算的话，那穆少侠很可能就是穆家幸存的遗孤。想不到他还有如此的身世。如此看来。我们便可更加放心地让他加入天机门，但不知为何，穆少侠却从未提及此事啊。也罢，他不提也不必多问，此事先放一放。柳叔，我不仅找到了云中锦书里藏宝图的地点，还破解了宝藏中密室的机关秘法。这里有个锦囊，你与三娘看后，按照里面的计划行事，切记多加小心。沈南就交给你们了，放心吧。小葵，明日你留在客栈，探一探我们身后的尾巴，然后再与我们会合。得令。督主的大队离此地还有多少里？应该还有不到30里。神捕司那边可有什么动静啊？周炳辉被一枝梅及天机门的一人联合刺杀身亡，如今的神捕司已经乱成一团了。他的功夫可不在督主之下呀，怎么可能？神捕司那边还得时刻盯着，不可放松警惕。明白。你火速快马加鞭回去禀告赌主，两日之内我们必定会寻得宝藏。是。
太好了，终于可以。风哥，柳先生人呢？他门中有事，先回去处理了。我们先走吧。肚子疼。诸位先走，我上完茅房，随后就来。小东西，屎尿还不少。先生，依照藏宝图所示，这里就应该是宝藏的入口。可这里都是岩壁，并无入口迹象。沈姑娘，不会搞错了吧？先生，既是宝藏，入口定然不会外露。一定另有玄机，大家仔细找找。顿住，前方就是漠北小镇了。好，今日就在小镇休息一晚，明日前往霞月谷。是。守门柱，屠夫宫的人马跟得很紧，不下三十余人。辛苦了，先去休息吧。不必太过担心，我自有打算。是。
你真的相信清野的话？哄骗之话岂能当真？屠夫宫的人就在我们身后，这些年我真的想不出除了他之外谁还会知道我的杀父真凶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可是有多少人想把大明宝藏据为己有？你的敌人可不只是屠夫宫。之前我还怀疑过神捕司，可周秉辉这么一死，就真翻不出什么浪来了。周秉辉也算是死在你的剑下，你也算大仇得报。大仇得报，沈姑娘此言何意？没什么，这些时日多谢穆兄的照顾，但我从不曾听你提过你的家人。我四海漂泊，何以为家？沈姑娘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是天机神算神谢的女儿，果然是才智过人。参见督主。沈某不才，但愿公公遵守诺言。待本座取得宝藏之后，定会履行诺言。沈姑娘一路辛苦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本座代劳了。藏宝之地定会机关重重，沈渊乃沈谢之女，擅长机关秘术，相信要是由她带我们进去便会无阻啊。言之有理。是，那就请沈姑娘带路了。小心，有机关。
机关解除了，走吧。走。上班车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好一个如梦如幻，只是杀人诛心啊！机关解除了。安全了，去跟紧他们。是。啊！
怎么了？守门柱掉下去了。放手啊！小弟这条命可都在你手里了，我们先得想办法出去。都这个局面了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穆兄弟，看来我们的一直困在这里了。你还是先别说话了，保持点体力。少门主可真是有招啊！宝藏就在下面，全部下去，把宝藏都搬走。是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周炳辉没死，义父。我若不假死，今日又怎么能将你们这一群烟狗一网打尽呢？啊！你这老狐狸，宝藏我定不会让你得到。这么多年，你贪污了朝廷那么多奇珍异宝，还不满足吗？那些算什么呀？这里的一切。才能保我一世荣华。一世荣华，我看那也只是一场梦吧。哼，我得不到的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好啊，燕贼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今日我就送你进棺材。
一枝梅，又见面了。好啊，你周老贼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用的一手好计谋。得大明宝藏，可坐拥半壁江山，我又岂能便宜了阴阳人和以女流之辈啊？呸！沈姑娘，你不是一直在找你的杀父仇人吗？我说过，我会按照约定，如实告诉你。是谁？快说！就是他。当年杀你父亲的人，就是周秉辉，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是不是你周秉辉？一枝梅，反正今天你也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地方，那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。沈谢他迂腐不堪，不识时务，老夫让他交出藏宝图，他死活不肯。追！所以我杀他千百回又当如何呢？嗯，你这个狗东西，我杀了你为我爹报仇。夫人，动手。你是叛徒，竟然是身不私的人。认贼作父，白瞎你这身功夫。去搬宝藏。多年前的事情，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知道了。义父，峰哥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们告诉我呀。16年前，我穆家上上下下百口人的性命，全部都死在这个老贼的手里。就今天，我要杀了这个老贼，为我穆家报仇。畜生！老夫白白养了你这些年。柳叔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宝藏只遗失了大半，担心你们有危险，所以前来接应你们。一枝梅，好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！看来是本官小看你了，老贼，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哼，不晚。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此地。子言，上。
香儿。六叔，快让我们剩余的弟兄赶紧进来，把这些宝藏速速运出。好，我们走，快。上门主，依按你事先的吩咐，后面那辆车是黄金，我们将尽快运到边疆，交给袁将军做军饷。前面一车呢是珠宝和银器，先送回京城，变卖之后呢，再救济南方受灾的百姓。好，准备出发吧。是，走。哎，都绑紧一点啊！好了，好了，绑仔细一点。多谢穆兄及时提醒，才没让周秉辉得逞。穆某惭愧，认贼作父，差点让自己成了千古罪人。先前之事，还请沈姑娘和天机门众兄弟们见谅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不必自责。沈姑娘应该是从答应刘公公条件开始，便开始计划，把屠夫公和沈捕司一同引到霞月谷。共同歼灭，有勇有谋，穆峰佩服。过奖，他们克扣朝廷军饷多年，死有余辜。是啊。穆兄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若沈姑娘不嫌弃，穆某愿随一枝梅劫富济贫，行侠仗义。欢迎加入天机门。别睡了，快起来，醒醒！天机门发吃的了，有吃的了！天机门发吃的了，快去！哎，都别睡了，都别睡了，快起来！天机门发吃的了，啊，一直没给大家发吃的了，快！快去，快去！快点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边，这边，快吃了！天机门吃啊！天机门发粮食了！